怎么还有冲浮肉？有啊，他昨天有带上去，没有电，看昨天有照，没有。我昨天怎么还没有手链罩？那个地方是连手都，你帮他背在上面的那种背夹。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，20年前开始打电话到现在都还在打，好笑啊！我们现在在大阪根，昨天爬无聊间，今天在大阪根泡温泉。我们刚刚去个澳，现在要去大阪根的山上。你看，原来是一个一直不绑鞋带的小朋友。你要这样说，他不会绑。哦，你不会绑鞋带哦？对啊，我不会绑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好，那叫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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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会了，我帮他一下了。不用。Hello， 嘿嘿嘿，你这绑得很好的，然后你快溜掉了。哎，那其他人呢？一起放行李。OK。Hello。跟镜头说句话。我帮你们拍过。我晚上再传给你看。还有谁？他们去放行李。对，现在呢是我们的集合时间，大家在这个大阪根的小广场前面。会流汗。快说一说，放我包包。好。这个鬼蛇嘞，眼镜蛇，鬼过去给你了。可以好吗？主角们，哎，小孩子啊，欢迎来呀！他长大了，他不是小孩子。赶快啊，换你们啦、啊！换你们快点！哎呦，大的来，哎。他不是小孩子。啊，坐着，你那个。你不是小孩子，不是啊。好吧，你长大了一点。一点。我也长大。对，我也长大。170的篮球队队员，哇、哦，好高。看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是最好的妈的。你怎么做那么高，孙医生？还是你做这么高的？是哈、哦，你为什么做那么高？你说，为什么做那么高？没有为什么。嗯，鼻孔大。还有。
我们只少了刘德章没来而已，其他都到了。大阪根第一次来，不错，温泉，又泡温泉又爬山的，这是一个悠闲的行程。你会剪辑吗？会，到时候把它剪辑一下，一点点。猫咪，那个不要玩。哇、哦，大家都很忙哦，每个手机都在处理公事。平日嘛，平日嘛，对对对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我都没有接到电话。没有，我们是晚上啦，我们早上是睡觉时间。要走了吗？走吧，走吧。Hello， Hello， 有睡饱了吧？我睡饱后啊，睡很久哎，睡了快九个小时。睡着，回到房间就立马睡觉。我们睡完澡就睡着了，直接睡死。到床就睡着。对，还好帮琪琪开门。对，比较好了哈，因为前一天没睡觉。那脚，对啊。那你等一下，我们三十分钟，你一小时啊？是吗？是你们一小时，我三十分钟，你搞错了好吗？不要。你搞错了，嗯。好。大阪跟健走行程开始啊，这是赖董夫妇，小朋友刚跑前面去了，对，他跑了，嗯，看摄影，对，做摄影，耶，我抓的。有车子，嗨，嗨，爬山了，对，要走三十分钟还是走九十分钟的？九十啊，九十分钟啊。哦，好 ，OK， 现在九十分钟小 case 啊。小 case 啊，我在爬。九十分钟。对。我们应该七十分钟就可以。可以，不错。九十分钟应该是你才是老人。你才是老人。嗨，Hello， 啊，我出现了，耶、yeah ！我们要去爬山了。爬山了。大阪根。对，要走九十分钟行程。对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九十分钟吗？是啊。没有哎，还没。好像有吧？他觉得没有。你要是运动都可以，不要戴。是吗？哦，可以不戴口罩，好方便哦。我们要，你看孙雅怡就在前面，你要带着孙雅怡走。嗯、太早了吧，才走几步就在喘。你不知道我是。你昨天应该来爬五聊间才对。你要买月圆。五聊间是不可能的任务好吗？是不可能的。耶。哦。快点。耶。耶、yeah. ！哦，这样跑会流汗哦。会哦，会哦，会哦。这是啊，它的游园的感应龙，所以感应龙就是它走过感应到你，它就会动了。
这是暴龙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大家的背影。对啊。你假装被他咬快点。假装被他咬。你我会擦眼睛。打开了。哎，这边有大猩猩呢！哎，它会动，哎，它会动哎！我们刚刚有去拍照，吃完早餐我们去拍照。不会动吗？大的不会动就对了。大的也太没算了吧！哎，它没事。那小猩应该眼睛。大灯会动，大灯会动哎！去跟他拍一张照也不错啊。大的，小的。对，小的也会动。真的那个眼神，因为他长得比较像的，然后这个妈妈的 focus 都在小孩身上，完全看不到星星。所以我现在拍摄大家看星星的表情。看星星的表情，看这只长得就很像星星。哎，动啊！为什么不动？你为什么不动？你给我动！快点！包括每一个都是这个人在讲电话，你都知道。一，这样等下拍完就要好了，可以了，这是拍动态而已。现在才拍动态。没有食材。他说有食材，跟我们讲，然后看看。下午两点能到两点，为什么我不知道，会不会后面有人我就发现过了，在手上面你在盖章哦，耶，你有盖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一样的水桶那边。妈妈就是这个，妈妈就
是这个吗？这个围棋的。啊，怎样？那个这也一样，这是小的。我本来想说要走干嘛去？因为你要走那边可以去啊。来，往上走。来，让人家参观一下。你们两个往上走。让人家参观一下。下一批。下一批参观一下。滑滑的。太滑。慢慢，不要太快啊、哦！这种都算了，就是跟长的那样子。嗨。嗨。那翻板一样。扁扁的啦。哦，上来了、哦。对啊，哈、哦。要让他等他去，他因为他去没有人。哎呀，爬也会累。会啊。会哦。哎。我要垫底了。不会，我老婆在前面，她刚刚从那边接近走回来。还是我给你们，因为我刚好在那个。四楼，每天爬一下就很有力了。对，他到底有反驳你？丽玲也没有爬啊，她还不是昨天跟我们走三小时呢。对嘛，丽玲还走两次哎。哎呦喂！我为什么要这样被你们欺骗？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！没有人欺骗你，没有人欺骗你啦！我们讲三十分钟就三十分钟，为什么又要变六十分钟？现在三十分钟，三十分钟，是三十分钟上去，只要三十分钟下来而已。哎呀，侠妹吗？你不是说直接走那个柏油路下来？对啊，等一下会接到柏油路啊。对啦，三十分钟上啦，对啦，三十分钟下，对啦，这样想就没就正确啦。放屁！个人的体能是什么样，大家很清楚，不可以用你们的体能来要求我们这没体能的人啊。不会啦，这没有要求，都算了。我带你来红红细细，就可以那样。没有给我们有神董可以背你。我背不下来啊。他可以啊，那么高大健。有人过去，过去，快过去。好来。耶、yeah ！我也会再要，我不会怕啦。找错人了，找错人了，我会比你疯狂，跟你们说。等你来帮忙摇。等你妈妈的时候。没有，我还对，等你妈妈来的时候，对，真的。你不会怕吗？不会。哇，这很摇哎。对啊，别怕，这样摇不好啦。对爬过山的你来讲，小 case 吗？对，我一定要问，我一定要问灰心。他一定先骂。对，他已经骂，他沿路就在骂了，好玩哦！大阪跟彩虹桥，就是要来运动啊！你会怕吗？都是我一个人在摇。阿姨要来爬吊桥吗？你先爬，我再过去。我已经爬回来了。你要跟他讲说要一起过去哦。我已经爬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骗人，他一定有问题。我爬回来对不对？看这个，看这个贼样就有问题。你看，你有问题。这个贼样，你看，你有问题。他那边有路哎、欸，对啊，他那边有路。我们好，我会走啊。好，拜拜。他在等我们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、啊。我不知道，他说想让你放松一下。会不会尖叫？应该是不会。他说放松哎、欸。放松。很。因为你裤子都撕掉了，你看，对啊，跌倒啊！哦，你有跌倒啊？没有，本来想说起劲滑倒，我要坐下来顶住他溜下来，结果他就刹住了。哦，他有滑倒是吗？啊，我有滑倒，哦，有一段没有绳子的那边，哦，我也有跌倒，我跌倒不是，我是因为我脚没力这样自己走过来跑步吗？哦，哇哦 ，Yes， 我有战斗能这个厉害厉害。你看你刚才走那边，我帮你们两个拍照。出发。好，姐姐可以给你背了，你可以。啊，等一下再用水再洗。走过去。好，等一下用水再擦一擦就好，那没关系。连包包都变迷彩。嗯。
然后，那个、阿姨，你看我爸爸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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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，你是谁呀？哎，小心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。哎，慧心，你不要分心。你走下来的时候，你走下来正跟小朋友讲话。你讲话那一刹那就跌了一下。啊！抓狂哦！好，翻过来。鞋子会红，又爱讲，一路抱怨，好好笑、哦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回心成功了，回心成功了，真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，你沿路在抱怨回来，你看还不是完成了？我摔两次了，好吗？那才有体验啊，才有。屁呀！那如果真摔了怎么样？你们谁要负责？没关系啊，你老公背你啊。保险啊！啊，对啊，你做保险的哎、欸，这个对啊，阿旺做保险，被赫尔维转售怎么办？那一点点钱有个屁用啊！园区有投保1000万的公共意外险，你都忘记了？一像我这个场所都有1亿5000万哎、欸，没问题啊！他也要赔我1亿5000万才没有问题啊！不会，他还照顾你终身。告告告告！那个没有，不会怎样。现在这一个才，因为你骨骼这边，你刚刚劈腿啊？没有全批了哎，我昨天还去给黄老师，给庄老师先按完而已呢。那今天再预约一次啊，是按一次。他没有时间，你要不要走？他没有时间。好吧，那你叫老公，你老公在前面。那边按。上来了。阿姨，这样二环完成哦。任务完成，大阪跟。耶、yeah, yeah. ！大阪跟二环完成哦。耶！耶！耶！哇，二环完成哦，大阪跟，好棒哦！哎，我帮你们看后面。厉害哦！完成，完成二环。二环，嗯，等一下去甄嬛。甄嬛，去甄嬛要还了，不要了吧？阿姨，二环完成了，赶快。完成了。完成二环了。耶、yeah. ！哦，走了3-4个钟头啊，哈。哦，好辛苦哦，给你拍拍手。你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，哦，出去。啊，你就这样就变成脚比较不会抖啊。来，可是这样子很像那个叫什么残障人士耶。没有，他就当你第三只脚帮你减缓冲缓冲力啊。你的膝盖会好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对，我有我的那个右手就是不舒服的。好吧，那你用左手好了。左手。我的脚卡住了，我的东西，没拍到，没拍到，太可惜了。卡在中间，卡在这里。哎，你因为这个我觉得都不习惯。你不要只拍我们这一群那个滑倒的好吗？有，拍在前面的。有，都有拍，都有拍。好了，你可以往前啊。好。大阪跟二环之旅，等一下，好，耶，爬完二环，现在去甄嬛，好，啊，谁是？二环结束，二环结束，成功，好，成功。挑战成功！耶、yeah, ，挑战成功！好。他会生气。第一座山就直接送他回去。Hello， 他就是这样子走的是吗？没有，他有些会踩小步。走比较小步，对，不是，对。
二环完成。赞赞。你需要没电梯哦。哦，凄惨的经验。没有，你今天是讲话讲很多，讲到太累，而不是爬山太累。我不是说那个问题，我是说我是凄惨的经验，因为滑了两次。就是因为讲话太多没才滑没。嗯，好。屁股的印记。印记。Yes. 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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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没了。好哇，你们摄影师来了。哦，这么爽哦。好舒服哦，来讲两句话吧。我想要说一句哦。是哦，那你呢？不知道。你不晓得？我不知道。嗯。我不知道。嗯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辛苦，辛苦阿伯帮你们摇，摇吊床。下面还有一个。嗯。谁帮你摇啊？怎么会摇？自己摇、啊？没有啊。哦，我以为。来，哎，小心哦，会掉下来哦。郑妈咪，郑妈咪。讲两句话啊？讲两句话。爬得怎么样？很累。好累啊、哦，没关系，这个很舒服。前面也太慢了。郑妈咪，郑妈咪，郑妈咪。来，讲一下感想。很棒。好。来完成感言，太轻松了哦，了解，来，好玩好玩，下次再来，好，对，来讲两句话，还不错啦，我右腿有点要抽筋的感觉，啊、太夸张了你，右小腿，来讲两句话，成功，热身完毕，哦。哦，对，这算热身啊。那位，来，这个，来讲一下感想。爬了六个钟头，觉得还蛮轻松的。六个钟头，嗯，你可以自己成倍就对了。对，六个钟头是下来的地方。哦，来，一个个来。好，耶，很棒。讲一下感言。背心很棒。啊，慧心来。你有看到我这？的脸吗？实在是光荣的记忆。来，光荣的记录，屁股。好可怜啊！快十三了，吸收分多金不错，嗯，不错。找我妈代言，可以那个。嗯、你要买那排衣服，可以找妈妈代言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看后面那个裤子的印记是专属我妈的那个。对，这件不能洗哦，要把它裱个框哦，那才有纪念感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滑倒感言哦，赞哦，滑倒感言，这个也是，错啊，哎，表框哦，开玩笑，忘记了，他可以放假，我那时候我还问他两，咦，危险，我说干嘛要弄这个？他就说，你要看一下。啊，叔叔要上去躺哦，你可能会犯罪，你要轻一点啊，好，只剩你没讲话，耶，好玩。谢谢小龙哈，帮我们摄影。呀呀呀！老板，哦，好不会，帮我摇，快点。后面你要哄哥哄虎如睡觉，会哄哥哥。对，我讲我哄阿公睡觉。好了，哄阿公。我入镜啦，好辛苦哦。没有了，没有很辛苦啊。二环是真的是热身不错，热身对，这个快抽筋了，脚小腿右小腿有一点感觉微微，那叫紧，是哈，那不是抽筋，是不是因为没有拉筋？不是，因为你一开始没有爬的话，你在爬楼梯的时候就会整个紧起来，那很正常。你只要这样子，就是像一样的感觉，那很正。